5月19日，陈赫妈妈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和儿子儿媳带着孙女下楼做核酸的画面。画面中，陈赫戴着棒球帽，穿着深色短袖 T 恤搭配绿色短裤，脚踩运动鞋，装扮一如既往的帅气，一手插兜，一手搂着大女儿安安。张子萱打扮得十分休闲，牵着二宝的小手站在老公身后，二宝扎着可爱马尾，一袭粉红色外套惹眼十足。不难看出，小可爱长大后也是和妈妈一样的长腿小美女。除此以外，陈赫妈妈还公开了好几张陈赫陪着女儿玩滑板车的画面，父女同框的画面温馨有爱。近日，陈赫退出火锅店股东仪式引发外界热议，叶一茜以及朱桢也接连退出，自然是备受争议。网上对此事议论声不断。不过，陈赫似乎不受争议影响，与老婆一起遛娃，尽情享受亲子时光，心情相当不错。如今，陈赫妈妈已经频繁晒出儿子儿媳的同框照，看来要不多久就可以看到陈赫和张子萱主动秀恩爱的合照了。对此，你怎么看呢？